2024台北时装周预展与巴黎奥运中华台北代表团结合，让国手们穿上特地设计的进场服亮相。这一身蓝色笔挺的套装是由设计师周玉莹所设计，结合环保材质与传统原民工艺，并有梅花象征台湾，让选手们看起来神采奕奕，自信满满。有红色、蓝色、白色，那是代表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的颜色。那另外那个 Chinese Taipei 英文字样，它有翻转的用意，那这意味着我们这次法国奥运中华队的最佳成绩会翻转。从材质的舒适度，然后到一些理念，都能感受到设计师的用心跟坚持。那我会好好保持这套衣服的，然后我也很以参加奥运为荣。除了奥运国手进场服，奥运国手文姿云与陈志杰也穿上这次台北时装周设计师的作品，以运动员的体态为台湾设计师作品穿出台湾风貌，把竞技场、时尚与台湾三方结合起来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为了配合疫后第一次全面复苏的巴黎奥运，尤其是以文化壮盛为名的法国的巴黎奥运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台北时装周的主题啊，直接就定名为文化奥运运动时尚。台北时装周以文化奥运为主题，将力与美注入时尚，打破传统走秀框架，让这些体坛精英代言，为时装周与台湾参与巴黎奥运揭开序幕。人间卫视陈欣宜、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。